我要赢了，我要赢了！我看不到空拍机在哪里。糟糕，空拍机来了！啊，接 game 时光，换那种一般的好了，比较不会被发现。我们都换那种黑的就好了。各位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啊，我不要又被发现了，起码让我赢一场啊！我们把车停好，把车停好。他现在在那一边，我觉得这里这个场所还不错。Go。好像有点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我可以先爬到上面去啊？有没有方法可以让我们先爬到上面去，然后我们再害他？这样，雨伞可不可以爬上去？我们试试看。雨伞好像不行，爬不上去。还没有，还没有 F 叉 K 没有。这边有一个车子。哦，这里感觉可以哦。OK， 我们从这边爬。怎么跟别人连线啊？它有一个连线功能啊。这样不行，这不行。哎，躲这边可以吗？范围应该够了哦。118公尺，我们试试看。Let's go。哎，我看到他，我看到他了。拉高一点，不要被他发现。其实站到这里感觉蛮屌的耶。快快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走。OK 了 ，OK 了，锁住了，锁住了。我们先回来，先回来。高空观看一下，哈，他离开了，快点再来一场啊！那我们赢一场嘛？我们稍微看一下，他现在在码头边，他在码头边，拜拜哦。小心一点，我们先找一个那种可以让你隐藏的很漂亮的地方，然后待会让他来找这样。其实我比较不会找人、欸，我觉得找人超困难的。他在码头边，我们先停在旁边。他现在在那里而已，100多公尺。好 ，OK，Let's、okay, go。躲在车子里会被发现吗？其实会耶，因为车子他只要扫到就会知道是你了。他在那边，他在那边。这里我没办法过去。这样够吗？嘿 ，OK，OK，OK， 有了，抓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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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他还要从这边跳过来，还其实蛮远的。他现在可能也在操控空拍机喽。飞高一点，不要让他看到。他现在落入泳圈了，泳圈了。他开始要游泳，开船过来了。好，我们先逃离，我们先逃离。Let's go。先不要等他过来，我们再、哦，我们上去上面好了。要是跑到哪个比较，我们躲在这里看，躲在这里看。I don't know, I don't know。这不是 GTA 啦。然后我们再去切换，再看一下。他跑来，他跑来了，他跑来了，他跑来了。拉高一点，拉高一点。哎，我们去楼上，我们去楼上，我们跑到楼上，这样可以比较省时间一点点。快快快，先跑到上面去。好了，范围越来越小，范围越来越小了。有走在边缘里面。他在那边，他在那边。我可以操作车子，让他往那边靠。追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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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撞他，撞他，撞他。可惜没撞到。他现在找不到我在哪里。撞他，撞他，都没撞到。叫警。不要被发现！不要被发现！不要被发现！他会不会上来？我就怕他上来。警察来了！警察来了 ！Yes！ Yes！ 赢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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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耶、yeah, ！我们再玩一场。哎呦，晚上的嘞！哎呦，晚上，100多公尺，我就开这种车真的太大声了，真的。哎，他过来了，先躲起来。He's coming。他开车往前跑了，看我们要追了。哇塞，全躲了。他现在跑步了，走吧，虽然300公尺有点远，这也是唐人街，对不对？指甲美容，有小声一点的车。哎、欸，他现在跑到楼上去了。哎、欸，他很聪明呢，先跑到那种比较不会被害到的地方。过来，拉高拉高，不要被他发现。他在那边。哎、欸，他好聪明哦，他爬到上面去哎，他爬到二楼啊，他空拍机出来了，换我要被找了，他有找到我的空拍机吗？讯号快断，现在两边叠对叠了。我躲那边应该还可以吧？41%。他空白机在那里，。躲起来，不要被发现就对了。有公车被发现了，位置暴露了。不行了、哦，这样不行了、哦。快要赢了，70%了。害入监视器看了、哦。他还在那边啊。他没有动，我要赢了，我看不到空拍机在哪里。糟糕，空拍机来了。Damn, this is slow. 空拍机没找到，还好距离也够远，对不对？刚好相对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有机会的。再看一下。耶、yeah, ！我又赢了，好爽！哒啦哒啦哒。再一场，最后一场，快点，最后一场往往要结束了，好好玩哦，900多公尺，他跑好远哦，100多公尺，越来越近哦，我们躲来右边这边，他现在跑步应该还看不到我，我们从这边下车 ，Let's go。这样够距离了吧？行咯，啊不行，太远了。他在那边呢，我来电话亭这边看一下。180几公尺，他越跑越远了，走吧。其实最隐的话，应该是要跑到上面的桥，但是又太远了。快！其实不觉得看门狗二的那个风景也是蛮美的嘛，对不对？也不输 GTA， 但 GTA 还是比较漂亮。哦，我看到他了。我这样等一下好逃吗 ？Go！ 太远了，我们再过去一点。我用 PC 的，我这是 PC 的。对，错了。他现在走过来，他现在跑过来了，迂回了。我跑去楼上好了，这次管制区他应该比较不好进来。糟糕，这么多人哦！
楼上这么多人哦，先把这两个干掉，然后再去干掉他。哦，糟糕！哎呀，无端卷进这场战争。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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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里爬不上去吗？糟糕，那个他们上来了。啊，他越来越远了，我先走好了，太危险。这样太危险。Go。先追他，先追他，公车也搭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安安诺，安安诺。哦，受伤了，受伤了。他现在用跑步了，现在用跑步了。我们不能聚太，现在直线的部分了，300公尺，200公尺，行行行行行，没有没有，具体。他在河墩那边呢。快点啊，差一点点，还不到，还不到，他跑太远，他跑太远了，他会显示啊，要断线啊！花的黑哦。好了好了，下次再玩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觉得 server 真的怪怪的。你看，喝醉了，偷他的钱，偷钱呢？你可以去买你要的东西，这样。入侵失败。这个刚搭公车到旧金山了，这个小姐啊、哦，这个小姐，下次再玩。其实看门狗玩这种也是蛮有趣的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收看哦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喜欢的频道，记得帮我按个赞、按个订阅，随时按下铃铛，追踪我的开列动态。我们下次再会了，拜拜。